猛力甩动身上肥肉，潘玮柏和信周柏豪等人在陆仲披荆斩棘武功中化身为胖子劲歌热舞，闸门潘帅还当场大口吃汉堡，笑翻许多粉丝，直呼偶包去哪了。而逗趣的幕后花絮更是不容错过，赶紧来看看吧。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 Tita baby Tita girl Tita 就在 Tita show。越来越松了，是我瘦了还是他变胖了？